啊，希望各位定来去了解佛经，甲神谛是安怎讲。我台湾甲编作一本册，啊个白话，所以你很容易了解。即内底对因果、对解脱，乃至变哪修慈悲啊，变哪修施身法，包括讲变哪修自他交换，即内底有一挂重点啊。第一，回向功德最好的方式是回向成就佛果，以饶益一切众生。即句来记起，咱逐天念一下心经。咱在回向幸福，乃至呢，即摆功德就要布施予众生，希望将来真正幸福，才有法度真正去帮助众生。咱即摆是该给人呐，刚即个人即摆欠钱，啊，你就给伊一万块，给伊一万块，伊即摆未欠，但是用一个月、用半个月嘛无去啊，安尼啊。啊，但是你即摆就要开给人呐，啊，给人以后，佮劝伊啊，免乱乞丐啊，免乱合福啦。啊，该结缘，除了该结钱的缘，嘛该结佛法的缘，这拢是结诶，结缘结得好哦。结得好以后变怎？后摆你若幸福，你唔了法度度伊。所以你即摆若无结缘，你想你都无可能幸福啊！啊，你缘分拢爱结得好势。所以老实讲啦，有诶人缘分结了足好啊，迄做歌星诶人，有诶唱了无好听，啥大家拢爱爱听，安尼啊啊，同款做出家人嘛，同款。有的出家人发言就好诶，有的在家技师虽然讲了道理无完满，我、哦、结果也给你缘分嘛，就这啊。那么最主要是每一个众生拢会在幸福，尤其人，你变哪有迄个机会？那么该结好缘，啊，这缘结好啊，各法都该发缘，这两种拢爱。所以如此回向成就佛果跟饶益有情。那这一份功德就会变得无穷无尽，永无止息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还要以最清净的方式回向功德。你们这边来，用空性封住功德。啊，空性怎么封住呢？其实就是这样，空性类似虚空，虚空很大，所以这个功德永远都包在里面。所谓用空性封住功德的话，你的功德都在的。不然的话，虽然咱即摆咧做功德，结果做做诶，搁起分别心、贪嗔痴，啊，功德就无去啊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各位不管，虽然咱即摆还未证着空性，但是呢，咱回向完，还有一个想法讲，拄啊做诶迄个物件，乃至呢接受我回向诶人，乃至我布施诶一千块呢，其实拢是幻化诶存在，拢是希望诶。啊！你个想好，佛教叫做啥物？来，三轮体空啊！你要常常安尼去念啊，爱去想啊，互家己个念头一直保持一个这种正确个想法来底。所以叫做用空性封锁功德，封锁我们是讲就是功德莫要老去啦啊！这个功德不但莫要老去，一千块明仔载变两千块，数了变四千块，因为你逐工拢咧回向。所以你每天只要有法度定定保持慈悲心，那是你有法度。所以一个人要幸福，你就要安住你的空性，你才有迄个功德，万万万万万万个要幸福。所以幸福可能稍微有困难，意思讲经过大海的水拢个抽掉，假设代表抽掉代表众生，你一天爱滴一滴啊水，滴滴啊滴个要大海拢满了，你才有法度幸福。所以各位安尼想，一滴啊功德拢袂使浪费。啊，不然你无法度成佛，安尼啊。所以每一摆咧拜佛、咧念佛、咧做啥物代志，拢爱符合菩提心、符合空性、符合慈悲心。那安尼，咱这些人才袂浪费。但是各位，因为咱即摆看遐尼侪人，你袂感觉讲啊，即做人啊，我若袂歹，我安尼算袂歹，过食菜，过布施。但是你若想佛法来讲啊。百千万劫才有机会做一遍人，啊，做人遐尼侪，才有机会亲近佛法。啊，就算亲近佛法，就有法度正知正见，哦，真困难，真困难。所以呢，一点一滴拢爱功德，拢爱互伊圆满圆满。啊，其实圆满功德唔是得到贪功德，无必去享受这个功德。你若要享受，就变福德啦，这人有福报，有福报啊。那变哪成佛？
因为咱是要回向神佛，安尼才有法度真正利益众生啊。所以每一项功德拢爱圆满，而且个融入于空性，只是也个无执着。所以你得爱个安住伫个空性的循环。那空性安怎解说呢？后壁讲，特别专注的思维，为名假利的意义啊，奉心啊，点灯啊，供养出家人啊，去佛寺啊，其实迄种是一个名。一切是自性空，皆非由他们自己哪方便存在，这就是清净而不沾染真实存在观念的回向方式。那这个是最难解释的啊、哦！一切都是自性空，并不讲任何者存在弄者主性安尼啊啊！所以连主性这个物件嘛是虚幻的，所以用空来。打破那个执着的有的意思。刚才讲一切都是无为法，但世间人拢活在有为法啊！我咧对你好，我给你布施偌济，我去做偌济代志啊！所以安尼你才袂去念着。那佛法的根本呢，就是讲，其实这个世间，咱所认为的存在、甲成就感、甲爱情、甲成功，迄拢是假的，拢是虚妄的。迄拢是咱家己制造的，制造讲安尼才是成功啊！我目睭那双眼皮安尼较水，迄嘛你制造的安尼啊！我那比人较老了较好看啊！我那愈来愈少年欢喜。啊，其实你任何一物件，凡所有相，凡所有存在，拢是虚幻的。但是将空性无离开这个存在哦，西方极乐世界本体嘛是虚幻的空性。但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，安尼利用这个方便有法度度众生，哎呀，度众生，所以安尼有法度众生啊进入空性解脱，安尼伊的生命就停止轮回啊。但是生命停止轮回以后，要安怎个来实现？伫这世间行菩萨道，救苦救难啊。所以并不是讲回向才来提空性，你是佛。讲每一个法，同要紧的，拢爱有这个了解。所以阿罗汉就了解，啊，这个世间拢假的，卖活在这个世间，是不是？阿罗汉就是啊，这个世间拢是无常的、苦的、空的、无我的，所以消灭掉这个世间，叫做涅槃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听起阿罗汉就消极的，我要消灭掉这个世间，拢永远拢无去啊，敢那一条纸哩个烧掉啊，拢总不存在啊，这是阿罗汉的消极的思想。但是大乘佛法的慈悲在哪里？你消灭啦，问题是众生搁咧生灭地个呢，搁咧艰苦，搁咧轮回呢。所以唯有全部的众生拢脱离轮回，离开生灭相，那安尼呢？那安尼，这个咱的生命活掉才有意义。所以各位要用空性丰修所回向的功德，使得那份功德不至于被破坏。因为你只要去贪嗔痴，就会破坏去啊，永远不会被将来可能升起的贪嗔痴或邪见破坏。用空性来封锁所回向的功德，提供极大的保护。好比你把你的金钱或财产储存在不会遭受灾害影响的保险库里面啊。所以，因为你无这个功德，无法度利益众生；因为你无这个功德，无法度成佛啊。哎，这个功德敢那变一点水，安尼才有法度，才有法度大海水库才满起来呢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若无满起来，你就无法度成佛，啊，就无法度真正利益众生。咱即摆是暂时利益众生，给伊钱，给他安慰一下，啊，就话来讲，咱的老母往生啊，咱老母往生啊，啊，虽然即摆无疼，但是一刷了过去轮回啊，唔知叫伊去升天啊，还是去做人啊，还是去安怎？所以，咱就希望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啊！但是，老实讲，去极乐世界过来，虽然有智慧，但是伊无一定讲有迄个功德力，真正去利益众生。简单讲就证到阿罗汉，证到阿罗汉，身躯卖破病卖掉感情卖向拍死呢，敢若无见人，早就证到阿罗汉啊！所以。你今日要帮助每一个众生，拢离开一切痛苦，那你就爱，你才好，你的功德圆满。
啊，所以讲，如果你若无多了解空性，啊，你就了解，卖贪嗔痴，卖分别心，卖执着，就好啊。佛陀讲空性的目的是叫咱卖执着，佛陀讲空性的目的是要让咱大慈大悲，啊，啊，心内底袂去挂念什么，啊，袂去摆脱什么，因为一切拢是存在，但这个存在拢假啊，你讲较紧啊，啊，所以你就袂去，你就平定啊。什么叫做灰？灰就是平定，灰就是麦克风，麦克风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所以万法拢是平定的。虽然伊甲你骂，啊，即甲你恶怒，啊，迄嘛是一个暂时的感受，乃是业报。啊，伊的本体嘛是平定的，安尼你才袂起心动念，叫做什么来？无心法忍啊！啊，但是伫个无佛的时代，你要证到无心法忍，迄是无可能的事，所以你就要去。回向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愿意出功德庄严佛净土啊！因为去亲近佛啊，乃至真侪祖师哥除了亲近净土，伊将来各位来亲近弥勒佛，迄阵时佛伊各位来，安尼才有法度体证空性。所以，要安怎回向，要安怎思维呢？第三，回向功德要思维。第一，由于我及一切。友情、三十、过去、现在跟未来所累积的功德，愿菩提心一切安乐和成功之缘的善心，在我及其他一切友情内心升起，愿以升起的菩提心更增长。所以咱作为功德，当然除了回向现世福报较健康、开多顺利、赚钱，但是呢，希望咱所回向的对象。意思讲，这个、世间假设有一亿个人啊，敢那讲人了，敢那理解的人咧累积功德，村村内九千万九九九，迄搭拢无咧收，但是靠你一个回向而已，靠你一个慢慢回起来。所以乃至回向的时阵，不是敢那自己这来讲，我及其他一切友情，别人所做的啊，所有佛菩萨的功德。三宝地主的功德，出家人的功德，乃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做的功德，咱拢斗阵随喜，斗阵回向。那功德所在，而且那变较大，要从啥呢？因为你发一个普贤行愿的意思是讲，众生业尽啊，众生成佛，我愿乃尽。你要发起这个广大心。所以老实讲啊，这个所在啊，真实合大幸福化，有这种心态的人少之又少啊！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要往这个方面去努力了 啊！不然就不叫成佛之道。所以想要佛哈林救，能够在这个世间成佛的哈林救，但是如果没有佛，那这个世间更完蛋。所以从佛陀到下一任佛要这么久，567000万年，佛这么稀少，那成佛不容易。但是已经成佛的，哎呀，咱来点点礼拜，点点祈请，乃至呢，咱来个点点消业障。所以，愿一切人所做的功德，乃至众生所做的功德，和咱。自己有法度生起，因为咱决定要成佛，愿己升起菩提心更增长。所以各位要拼啊，这个生命快乐、患病、死的拢无要紧，菩提心同要紧。菩提心才是咱的生命，所以所做的功德，随喜众生一切的功德，拢希望自己的菩提心愈来愈圆满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帮助更加侪人。接着。用空性封锁所回向的功德，然后各别集中一切啊。书于由于我及其他一切友情三十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所积造的为名假立的功德，愿为名假立的我成就为名假立的佛果，并带领为名假立的一切友情成就为名假立的佛果啊。虽然幽静些痛苦，但幽静的。本体嘛是空性，虽然幸福是圆满，但是幸福的本体嘛是空性，所以意思讲，有时候有一点颠倒啊，明明讲空性，啊，佫变个变死，这就是佛法了。第三，愿一切身心受苦的友情，因我的功德而获得如海的